走，这个好不好看？好不好看？好好看啊！老板，这个怎么卖？一个5块钱。哇，好贵啊！这发卡真难看，但挺适合你。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去，他让我们走。我实话实说，他们生什么气啊？要不要跟我们去那边逛逛？我就不去了，我在这边逛一逛，你先去吧。那我先走了。嗯。你也不用等我了，哎，去哪儿逛去哪儿逛吧。那我找骆驼他们去了。去吧。拜拜。拜拜。哎，你俩等我一会儿啊。丑是丑了点，我还挺适合。5块是吧，老板？正好，谢谢。小菊，嗯，你想好什么时候跟陈总说一下，说你喜欢他？怎么可能啊！哎，你别瞎说了。再说了，陈朗他也不可能喜欢我的。怎么不可能？你就是对你自己太没有自信了。你放心，我会帮你的。啊，你不要乱来，我都跟你说了，我不喜欢陈朗。你们俩行不行啊？天都快黑了，帐篷什么时候能够搭好啊？我跟你讲，搭过很多次了，你快忙你的吧，磨磨唧唧，磨磨唧唧。赶紧给我搭好。天色已经不早了，咱们得赶紧把篝火升起来。我这边 OK 了。哎，陈朗，我们柴火可能不够用，你跟小菊去前面不远的白沙滩找点吧。小菊，我们再去那边找点柴火吧。嗯，好。Thank you.